今天呢要来喊老二了，来看我们今天来喊喊小毛的，到底有没有水准？你的频道真的没水准。啊，我就是没水准啊！你看怎么样？怎样？你不喜欢这个没水准频道，先退订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马上退订啊！马上退订。还是来喊大鸡鸡。你真的很没水准。我就是没水准，好不好？我真没看到那么没水准的 YouTuber。原来是韩老二，韩国烤肉。韩总的脸蛮臭的，欸，你脸怎么蛮臭啊？吃东西吃东西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先点餐了。来，坐到别的面这边。干什么东西？拍肉。你刚有影子。这是我们的梅花猪哎，欸。双酱猪。双酱猪对。梅花猪。双酱猪对。对。干什么东西？哎，梅花猪对不对？对，你跟我肚子一样大的。他不高兴了。哎，我这真的觉得吃不太饱。什么牛五花还是什么？就我点一个，我也就都点一个牛。又有一道菜上来喽！哇，是椒，没对椒，没对椒。就是你们在干嘛？炒花子。算了。哦，南大盘肉就炒花子。这样子肉是不是？像这个生蚝，蛮想吃的哦。那你吃东西，我真不爽。哇，一口吞，直接滑进嘴里，是不是？这样，口感怎么样？怎样？爽，真爽的。我觉得腥味还是蛮重的，爽爆了。吃的时候不会感觉，然后就这样。一点点。我们的菜都来的差不多了。发的雪泥，摇一摇，也蛮好的。对啊，看看小毛的。小毛，你说这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？你不知道这是什么？你喝的什么柠檬什么东西？柠檬火龙果。哦，柠檬我就有喝到了，火龙果。哦，火龙果不知道是不是？我喝的是葡萄。六桌没有跑。怎么样？很好喝的，来个赞啊！才100块，赞！哦，这是他们的锅边蛋，QQ 软软的。再来试试这个蛋，哇，外酥内嫩。蛮好吃的喽，要来吃个起司鸡。
炸鸡加 cheese， 蛮单纯的一道菜。外面看起来是蛮厉害的，吃起来还 OK 啊，一般般呢。健身教练，干嘛啦？海鲜蒸锅，你用好了。我今天夹了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哦，然后跟一只大白虾，然后跟一个就是南非小黑包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吃看看啊。哪里在？他就长得像那个，对，他是南非小黑包呢。就像吗？南非小黑包什么？你们吃过吗？上瘾水产有啊。啊，那我们等下我们就开始直接继续吃啊，然后就待会吃完见啊，拜拜。我们已经吃饱了，我们现在三个人现在去要去找阿德啦，跟阿德去买饮料了。还蛮好吃的咯，在这边逛个信义区，觉得好你觉得好吃吗？还蛮爽的、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便宜又好吃。真的吗？我一个人吃了1000块哎，哪里便宜？哪里便宜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记错了，我以为100多块，我刚付100多块而已。哦，那你觉得好吃吗？还可以的，真的。那你要不要那个礼物？用一下。好，算了。好，反正今天底片就大概就这样子啦。差不多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